住哪里？我们说住那里，那里啊。他就说，哦，你们那里面戏院，戏院以前很可怕，然后就说，哦，那里晚上很吵吧？我们说为什么会很吵？他就，嗯，哦，没有了。断句在不该断句的地方，害我回去被吵了一整个晚上。结果真的很吵，真的是很吵。我一要睡着，然后就马上就有声音，就有人跑步，砰砰砰，然后就我又醒来，然后又要睡着，然后就有人啪又关门，然后一整个晚上睡不着。很帅吧？真的吗？好像很多间呢，好像还有更猛的。阿姨说那个不够红，所以没有上网路。好像有一个什么嘉年华戏院更猛，就是。谁住那里？没有，你说就在那里是不是？很近哦。是我，好了，不讲不讲、哦、不讲，先不讲。我们昨天已经碰到太多事情。人家在舞台上有火。哎、欸，舞台现在上面有火啊！现在有，现在有，现在有，老外附近。吓死我想我不。